秉公秉义龙赞，公司高秉公会赞。我们的凤梨哈，这个滞销，那我们台中市高秉公会呢，就发动我们的会员，还有我们的一些原料商，涵盖我们的这个上游的凤梨的原料商哦，大家一起发起的自主性的活动啊，就是要配合政府的凤梨的行销跟照顾农民的心意，那我们就结合接口支付呢，一起办这个活动。民众烘焙赞。台中市政府非常感谢我们台中市高秉公会哈，那特别因为之前凤梨产销失调的一个问题啊，那外销受阻有一些状况，那我们市府卢市长其实也重视这个问题，那也鼓励大家多来努力来采购这个凤梨，但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有比较平稳了，那我们也非常感激公会这一次特别来采购我们台湾的凤梨，那我想因为凤梨的一个采购做我们高秉的一个内线啊，这是一个很好长期发展的一个方向。民众烘焙坊买一送一赞。因为这一次呢是台中市发起的，就是支持我们台湾的凤梨农民，那刚好我们也一直持续的配合台中市高秉协会这边在推广一些在地的经济还有数位转型，那也荣幸在这边邀请参加这一次的比凤梨的一些盛会，那接口支付也希望借由这一次跟市民会员朋友来推广，说其实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台中的高秉，那期间在使用接口支付不只可以买一送一，还可以抽我们的一些优惠的活动。台湾凤梨赞，台湾凤梨赞，台湾凤梨赞。